保护。海底小纵队，海底小纵队与白鲸。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和达西西，你们怎么样了？进展有些慢，队长。北极的冰块实在是太厚了，我们的超声破冰仪要去很久才行。快好了，就差一点儿。好了，我们穿透冰面了。我们现在要采集一些冰块样本。最好动作快点，你打的那个洞很快就会重新冻上的，你们很可能就来不及回到水里。遵命，队长，我们会很快的。完毕。哪来的音乐呀，队长？我不确定，呱唧，但是这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难度，我们来调查一下吧。小伙计，我不知道你还擅长音乐。谢谢，这个木琴是我婶婶皮皮塔送的礼物。好吧，你的技术越来越好了，但是皮医生，你能不能休息？我是谢灵通，呼叫章鱼宝。章鱼宝，请回答。这里是巴克队长，一切都还好吗？队长，我们刚刚找到了另一个洞。冰上的另一个洞？是的，但是还有个情况。我现在就传一段视频给你，队长。他们是巨大的白鲸，队长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但是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像是被冰块困住了，他们应该在开阔的水域。问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吧。我试试，但是白鲸是非常害羞的动物。等等，别走，我是谢灵通，这是达西西，我们是海底小纵队，我们也许能帮助你们。我们要呼吸，我们要呼吸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冰面这么厚。我们头上的水面结冰了，我们必须靠近这个洞。为什么必须靠近这个洞？因为要呼吸，因为要呼吸。但是为什么你们不游到不结冰的开阔的水域去呼吸呢？那太远了，我们不能憋气游那么远，必须在洞的附近呼吸。谢灵通，你觉得情况如何？白鲸被困住了，浮冰包围了他们只能从冰面的一个小洞里呼吸，而且这个洞马上就要冻上了，它正在越变越小。我们必须拯救这些白鲸，立刻行动。呱唧，启动章鱼警报。喵，海底小纵队去发射台。队员们，我们的任务是带领白鲸回到没有冰面的开阔水域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切开冰面开路，这样他们才能一路顺畅呼吸。哎，超声破冰仪怎么样？他们太慢了，我们得动作快点，不然白鲸的呼吸孔就又要被冻住了。我刚刚好有这种工具，队长。好吧，兔兔兔，看看你的破冰工具是不是有用。冰切不开呀。浮冰实在是太厚了，费很大力气才能被打碎。太棒了，好样的。呀，我的老天爷，你成功了。到开阔水域了，现在就差让那些白鲸跟上我了。白鲸们，
这条路会领你们去开阔水域的。挨着洞口呼吸，这里安全又宁静。白鲸们注意了，跟着我，不然冰面就又要冻上了。我们不去。天哪，这可真的是不太好啊。嗯，白鲸好像不想离开他们呼吸的小洞。如果他们能跟着巴克队长，那就好了。我有办法，鱼饼干。你有什么计划，呱唧？我刚刚意识到这些白鲸一定都饿了，所以我就给他们带了一些鱼饼干。小萝卜友情赞助。白鲸，跟我来，这儿有鱼饼干盛宴。呀哈！好，这起效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那些小鱼以为这是给他们的食物。走开走开，一边去。白鲸们跟着我来，晚餐时间到了。好吵好可怕呀，乖乖待在洞里，安全又安静。他们怎么不跟上来？白鲸和所有的鲸一样，是很害怕陌生的噪音的。所以蓝鲸艇获冰时发出的声音，还有呱唧，这些声音很可能吓到他们了。怎么告诉他们去开阔水面的路是安全的呢？张教授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知道什么声音能让白鲸跟着你。这是一首古老的白鲸歌谣录音，他们会跟随同类的声音的。这管用了。糟了，我们又弄丢他们了，我们必须做点什么，队长。水路已经开始结冰了。他们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像橡皮医生的音乐。皮医生，我们这里需要你和你的木琴马上过来。队长，你确定现在放音乐合适吗？这正是放音乐的好时机，来表演吧。队长，我准备好了。好的，皮医生，演出开始。有用了，皮医生的木琴声听起来就像是白鲸在唱歌。待在洞边，安全又安静，但是那些声音太美妙了。我们呼吸，我们呼吸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呼吸了。如果我们跟着美妙的声音走下去，我们就不会再被困住了。我们到了，开阔水域。干得好，皮医生。谢谢你们，海底小纵队，我们一开始没有跟着你们，真对不起。我们白鲸见到陌生人总会有些害羞，而且你们那些声音吓着我们了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。而且我超级喜欢你的音乐，听起来和我们的好像啊。来吧，所有人一起，二三四。耶，我不知道怎么像白鲸一样唱歌。哦，来吧，呱唧，这很简单的。再见，海底小纵队，谢谢你们。再见，白鲸们，一路顺风。再见。
海底小分队集合，马丁医生，行动，达西西，能救助，速度，小萝卜，呱机，启动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。记住，不能倒影，白鲸最讨厌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敢向海秀海面前。是的，没错。冰冻海洋人徜徉，呼吸空气不可免。海底报告，海底报告，白鲸潜队来遨游。是的，没错，明白。有船有桨，正好玩。跳起来！白鲸，白鲸，白鲸。海底报告，任务到此结束。海底小分队，小西，我们下次探险再见。